我是港山贤子，现在念一分钟。铃铃铃，闹钟响了，远远打了个哈欠，花翻了个身，信箱，再睡一分钟吧，就睡一分钟，不会迟到的。过了一分钟，圆圆起来的，他很快的洗了脸，吃了早点，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。十字路口，他看见前面是绿灯，刚想走过去，红灯亮了，他叹了口气说，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。等了一会儿，才走过十字路口，他想起在车站的公共汽车跑去，眼看就要到了，车子开了，他又叹了口气说，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。他得呀等啊等，一直不见公共汽车的椅子，圆圆决定走到学校去。到了学校，已经上课了，圆圆红着脸，低着头，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李老师看了手表说，圆圆，今天您迟到了20分钟。圆圆非常后圆圆非常后悔啊，真棒，弟弟读得还不错啊，真棒，拜拜，再见。